百分百的厨艺教室，我是你的菜鸟老师云轩。今天要用这台调理机，可厉害的，可以打冰淇淋，可以打汤，然后还可以做其他馒头之类的商品。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豆浆，看看我准备的东西很健康吧。准备好了东西，再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之后，加入热水，盖上我们的盖子。而我们今天要选择的则是浓汤碱。有感觉吗？很重的声音。现在这个就是打完了，我们来试试看。超浓的，我的妈呀！真的很香哎，比外面市售的都还要纯正。啊，好好喝，果然跟一般食物调理机就是不一样，这个真的很厉害。全部用天然食材打成养生豆浆，给孩子们喝喝看。喝小小一杯还不够哦，看这个弟弟拿了一大杯，一口一口喝，到底味道怎么样呢？豆浆很好喝，因为喝起来甜甜的，然后妈妈每天早上都会打给我喝。云轩虽然不太会料理，可是有了调理机的加持，打出来的豆浆也能被大家赞美喽。调理机主打健康养生，食材放到调理机里面，机器就能自动打出最好的口感，而且锁住食材原味，倒出来一杯杯饮品都比一般的调理机还要浓郁。我觉得它很方便，因为这台机子有很多功能，它还可以打热饮，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打豆浆跟南瓜汤。我觉得跟别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喝起来口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营养很丰富。调理机的功能构造可是经过巧思，用高碳的钢刀搅拌食材，更能够锁住食材的营养还有味道。那变频的好处就是它低转速的时候呢，扭力很大，在最低的时间呢，可以做出更细腻的果汁。台湾专业工程师和意大利著名设计师合作，甚至用了进阶版调理机。用调理机当然可以参考它的食谱，但是未来会有更进阶的版本。简单操作，就可以有几十种食谱让你选择。调理机还会自动操作。除了调理机，品牌还有研发出这个高效能多层电蒸锅，比较起一般蒸炉，可以更快蒸熟食物，保留食物的原味，也能够更节省电。而很受欢迎的真空袋和真空棒，能够抽出袋内空气，让里面的食品不易腐化，成功抗氧化。品牌在欧洲、亚洲都有据点，第一家旗舰店也在台湾正式成立。彼岸德的产品在全球、世界超过1000多家，在百货公司销售。当然，品牌的创办人、欧洲 CEO 和韩国 CEO 刘东宪也到场致辞。It's my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much more to see what we are doing for people who live healthier. It is honor to be invited to join Taiwan Bianco di Pro flagship store opening ceremony.三位 CEO 合影留念，为这次亚洲首家品牌旗舰店留下最光荣的回忆。开幕式吸引多人参加，热情到场支持，也到旗舰店内参观，能有现在的发展，其实源自创办人亲身经历。I was sick. I decided to find my own way, and I give up the story of medicine. I take no medicine at all, and only what my medicine is in nature.几年前生了病，开始研究养生之道，发现吃天然食材对身体最好，因此有了设计调理机的构想，要让更多人轻松吃到健康食物，想把健康理念分享给更多民众。有这样想法的还有亚洲 CEO， 他也曾经受到病痛困扰。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呢，我也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憧憬，希望呢我可以呢啊，透过这方面的养生呢，可以让台湾呢啊更多人看见。Actually, 4 or 5 years ago, we didn't know about this product and what is take care of our health. Now it's getting popular.
品牌健康理念还有新颖设计，也让产品多次获得卓越精品还有最高品质金牌等奖项。接下来除了现有的欧洲还有亚洲据点，品牌还要拓展到全球各处，在更多地方设点，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加入吃天然食材的行列。